看到我在哭吗？那你们等一下想喝豆浆可以去隔壁找我们哦。好，等你们哦。直接当面店替自家豆花店宣传，鬼鬼热情拉客，被杨明威、姚元浩阻止，让粉丝都笑翻。餐厅实境秀来到新的店面打工，主持群磨合出好默契，营业过程也很流畅，播出成绩亮眼，人气跟着水涨船高。躺在床上露出迷人灿笑，或是坐在马桶摆帅气表情，亚伦经营餐厅有看头。台湾唯一官方粉丝俱乐部也推出专属会员订阅，不只能看到他不一样的一面，甚至还有陪睡男友抱枕，推出让粉丝跃跃欲试。邀请到大来宾就是姚明威，成了各大网红合作对象。艺人姚明威在实境秀中高 EQ 和暖男行为圈粉无数， IG 粉丝数成长超过8000人，代言和业配陆续上门不间断，担任外场服务生严佑廷表现不佳，在网络被抨击，但他越挫越勇，秀出自己的完美拉花。为了精进自己的能力，他占领实境节目一个月到餐酒馆打工，不少粉丝看见他的服务都觉得有成长，实境节目秀明星表现再受关注。 TVBS 新闻罗昌张启云台北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